Lanzarote， 西班牙的 Isla Canarias， Isla Canarias 其中一个小岛叫 Lanzarote。然后因为这边整个呢都是火山的地形，所以你看眼前看到的都是火山，然后包括它的地、它的土壤全部都是黑色的。然后呢，它这边很好玩，一个凹槽。更多的石器保留在葡萄树上，所以它会这样子做一圈圈的。虽然说有点像台湾的坟墓，但是不要往那个方向想，它其实只是想要把水汽给集中在里面。因为这边呢日夜温差大，然后非常的干燥，土壤非常的贫瘠，所以你看，我要让葡萄生长很久，发展出了这样子的种植方法。